老板，来两碗面。好嘞。都听说了没？谢后友那件事情一定是天下武道城做的。有道理，谢后友与令明镜是挚友，一定是发现了刀无侠什么大秘密，于是这谢后友就成了倒霉鬼了。太狠了吧。狠。想当年烈明镜的结拜兄弟战飞天死得蹊跷古怪，那才叫狠呢。哎，声音都小点，青龙堂的探子可到处都是啊。嗨，你们都忘了三大家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说不定就是看上去最没有嫌疑的霹雳门呢。对呀，如果烈火山庄和无刀城加起来，霹雳门就坐收渔翁之利呀。啊，嗯。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吃面吃面。哎，吃面。怎么回事？敢说霹雳门的坏话？没少主饶命！少主饶命！饶命！少主饶命！滚！走走走！哎，你怎么随便放炸药啊？我这不也是憋了一天的闷气吗？他们要是再敢说这种话，我下次炸死他们！哎，你说这林少爷，你看你这抱着客人全都吓走了。哎，没关系。我这有钱赔给你。这个我不敢要，不敢要。这世界很酷。